综艺给你吃有六十分，还要再加八级。这才叫嗦粉。무슨구조로안녕하세요我是金大林我是金在用我们来了豆豆了我们是王梦给了一个角色我们今天来了吃豆豆的非常非常有名的花鸡难饿这家就是豆豆开的第一家店、哦、哇想吃花鸡的时候就来豆豆就行당연히두명이니까두마리지그치두명이면두마리지또一只多少钱二十多块八一斤我买大的吧好吧拜拜新给新拜拜哇나여기성지야거기지안갈거야나여기서한번더나이거먹어이거먹어이거먹어아이거먹어아이거먹어아이거먹어我的肚子好饿可是六十分不是很多的朋友们两个吃六十分不要犹豫的就走老板我们要点两份的六十分够了两份够了是吧对呀什么多价好嘞没问题짜잔종이给你吃六十分还要再加八级안饿先吃六十分这才叫嗦粉好吃吗我今天没有想到吃六十分我还穿了白色的衣服怎么办哇酸酸绝了怎么回事외국인들이제일못먹는음식중에하나고중국인들도많이못먹는데처음에는냄새때문에힘들었거든몇번먹어보니까중국인것같아중국요这样说话从来没有吃过六十分的人有但是没有只有一次吃的人嗦粉生的快乐怎么样我们的中国美食你永远吃不完일단중국음식다먹어보고죽는게목표야이번생엔哇怎么这么好吃啊里面还放了豆腐好吃我们赶紧吃八戒吧吃八戒的时候一起吃葱那先来一根葱然后再来口八戒你动不动哇当地的味道就是很绝我的朋友们想吃八戒的人一定要来豆豆呀我今天第一次来豆豆豆豆的人很热情都像朋友一样爱吃这样打着喝爱吃有好不错爱吃这些朋友们豆豆朋友们八戒还有六十分接在一块이건닭발도있어저럴수있는거다넣어달라고했어 네가오래한거좀제일잘하니난됐어야나좀만더줘这是我的안먹어给你这个是零食的他得먹고먹고만나먹고먹을수있어두그릇시키려다가일부러한그릇시키는거아그래나도나도害怕重复恋爱情먹을것에집중하면은벌레따위필요도없는데我们赶紧去走吧鸡胸肉的部分呢就再来红干所以蘸着六十分一起吃닭발인줄알았는데오리발이었어你喜欢吗오리발처음봐可以吃너는안먹어你닭발을좋아하지오리발은좀무섭다 와이근데真的它的这六十分真的好吃肉好嫩닭가슴살도부드러워又长啥肉没完了난다먹었어빨리다른것도먹으러가자我还没吃完呢拜拜今天别想吧你确定拜拜请天天看爱吃的视频拜拜拜拜你以为这就完了吗还不够吃的哥哥已经碎了再来根烤肠